中国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，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。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，双方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，中国双方都将保持战略定力，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。谢谢。 局势发展到今天，原因错综复杂。解决复杂问题，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，而不是火上浇油、激化矛盾。